郑家大屋是澳门的一个世界文化遗产，在这里面我们策划了一个沉浸式的戏剧的表演，让澳门同胞能够感受到爱国爱澳的这种情怀，同时也是向内地的游客展示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。慈善，这样才对得住我们的良心。小朋友也了解到就是国家的这个发展历史的一些背景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对于这非常有教育意义。